昨天参加了个综艺面试，竟然被问到哭了。这个综艺超级的火，我看以前的那些选手，个个都是名校毕业，各种实习，成绩又好，神仙打架。就真的这么厉害的人，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我自己前期真的还稍微准备了一下。千算万算，我没有想到他会问我。你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哭？你有跟朋友吵架吗？三个词语来形容一下我。他说你有什么优势？你可以跟他讲脱口秀啊。哦呦，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还认认真真写了一篇带脱口秀性质的自我介绍的稿子。我一自我介绍完，他说你写稿子了呢？这么认真，被发现了，就很尴尬。Hi, hi. So this is live streaming? 12 hours a day, every day for the next 5 years. Have a great day! Bye! Oh my god, 好有意思哦！电影还要等2个小时，然后我们临时决定，哇哦，到了笑对生活哦！一点多啊，这个好聊，这个好聊。一点多，好了，一点多。没拿票。我付钱的，我怎么会拿票？说这个话的白痴肯定不是我。怎么会这么傻啊？现在又来到了这个电影院，看的我们的电影票还在不在呢？票早就被别人拿走了。停止工作人员不让进去。他说要我们到那个机器上试，机器根本找不出票。又来了一位店员来帮我们，竟然会做出如此之愚蠢的事情。天哪，搜到了。开始的时候收到节目组的邀请来面试，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像我这种网红留学生，那到节目里面那就是被骂的。但是我后面一想，我管他别人骂不骂我，骂我就骂我，咱就说我不可能因为那些人要骂我，我就不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所以不管有没有选上，我都已经实现了我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尝试，我努力去做。如果你什么时候也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会害怕犹豫的时候，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做，一起加油。怎么我的妈呀。
的 vlog。 等一下和实习生们一起线上直播干一个玉米，第一次用这种磁吸假睫毛，换个衣服。播完了我的行李，给元宇带了酱板鸭，唐德拍这个 vlog 简直了，把手机放在远处，然后再来回跑回来，然后把中间这一段给剪掉。对你的皮，哇哦，天哪，和自己打卡啊！天哪，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哦！为什么我的标题是“辩论场遇到这样的对手太恐怖了”？对不起，对不起，让大家可怕到了。当当当当！言语他现在在洗澡澡，虽然现在已经12:30了，但是我出去买一个吃的哦。现在是上海凌晨的街头，哦，我一个人。对面有个摊贩。这是卖啥呀？哦，他是卖榴莲。嗯，其实我还挺喜欢大晚上自己一个人出来溜达。哇，感觉好开心哦！哈，朋友们，我刚才知道那个便利店他没有开门，打道回府。当当当当，找言语，找言语。嘿，嘿，好吓人的呢，还真的有点。嘿。妈呀！嘿，我火！哈！妈呀，这里完全要靠跺脚加喊才能让这个灯不熄灭。这里都感觉好久没有人来了的，它的灰尘都已经积了好多。深呼吸，深呼吸。开了，开吗，宝贝？旁边有一个按的，你要按那个门。锁一样。我刚才就是按着打开这个，然后打开这个锁，然后这样出去的。但是我从那里面进来的时候，我发现进不来的。哦，就很荒唐。坐会儿呗。但是我怕你着急睡觉，等你啊。我还没卸妆。我刚才，哎呀，我刚才想，可以啊，可以啊，来这儿卸妆。嗯，你可以过来，可以不露脸。我知道你现在我来了，肯定不想露脸。对，我已经卸了妆了。好了好了，我们睡觉见喽，拜拜拜拜。来了来了，当当当当，来了。哇，装得这样，干嘛害羞？是的，是的，谢谢。我来拿就好。言语介绍一下，我们家里怎么很寒酸的样子？上次吃软泡面。结果吃的就是三个人只有2碗粉，三个人2碗粉，来看一看，确实总是很寒酸的样子，怎么回事？好香啊！我没给餐具吧？真假的？是酒店哎？什么？用手吃？打电话吧。喂，你好，可以麻烦拿三套。妈呀，我今天给他打了3、4、5次电话了，他被我烦死了。Hello， 朋友们，我也要来，快过来，快过来。哎，是这样的包好吗？嗯，耶、yeah. ，Hello， 朋友们 ，Hello， 我们207又重聚了。我们好像每次就是一会儿看这个，看这个眼神，没有关系，统一一下身穿，没有关系，我们双机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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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穿了，在这里穿了，Hello， 大家好，我们齐聚长沙。三个人只能看着这2碗粉发呆、yes. 因为我们没有餐具。哦，拆一个小盲盒，好香啊。这位朋友淡定一点，就没人。对啊，我们只能闻着它，蛮香的。呀，巨香巨香，给他来2个特写，好香啊。啊，还有茶叶，我已经要饿死了，开始啃玉米，有点狼狈。这两位朋友开始认真的玩手机。啊，终于来了。哎，你好。好的，谢谢。不客气。好的，谢谢。朋友们，来吧，这么正经的筷子，我以为你一次性的来吃。我们开吃吧。嗯。宝宝一号表演一个吃饭。来。
来，宝宝二号。哇，突然的一个，给你打个光，给你打个光哈，好不好看？打光。是的。无所谓，谁会爱上谁？你们已经习惯了我这样子。对啊。Hello。我们来吃晚饭啦！这是块风水宝地。肯定有风有水。现在全部都是水。再大也要保持微笑，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对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钓虾吧。雨桐的鞋子已经全湿了，梦碧还非常绅士的把鞋子给我们雨桐。这样东西倒了，然后我觉得好好玩哦。等一下，我脑袋上的发际线粉全部都会淋下来。对对对，我们钓了虾，我们今天钓了五个。等一下，那个虾会不会从那个池塘里面跳过来？我的妈呀！好，要说些什么？然后再我们五个虾，然后打。这是我们钓的虾。现场的一个瓢泼大雨和洪荒之力，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说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困难，还要像我们雅琪和雨桐一样，保持微笑，保持微笑。还有拖鞋，好哇，这可是我们新手做的，新手做的这样子的。拍这个每一个有回忆的这个片段，那这是我们哦，是视频。对，雨桐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雅琪，然后接下来他钓起来的虾，还有我们跟这个雨桐雅琪一起包的馄饨。你是有拍美颜？慢点，这是原相机。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琪，令人心动的 offer 五中那个曾经做过主播的人。课题三我选择网红解约案，也是因为自己曾经有做过主播。我承认，我的确不是大家概念中读书期间就去各大律所实习的纯正法律人。我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在硕士毕业前，除了学业方面，我想要用业余时间来丰富自己的兴趣爱好，拓宽社交圈，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但是在毕业之后，我一直是坚定的想要去律所工作，成为一名律师。恰好今年遇到了 offer 五重归律政行业，所以我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态报了名。至于为什么研究生期间我会去做主播，完全就是计划之外的一件事情了。我是从6岁开始跳舞的，跳到了10级，高考也是以舞蹈特长生第一的成绩考入南航的。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之所以选择法律，一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够用专业知识来帮助他人解决问题；二是受到妈妈和爷爷的影响，他们都是法律从业者，我想要像他们那样，能够对社会有一点点的小帮助。在舞蹈生涯里遇到过两次比较大的挫折。第一次是大一的时候，在校庆演出时韧带撕裂，第二次是去波士顿读 LM 后又摔伤了，当时就必须要回国做手术。加上因为有口罩的原因，所以就选择了休学一年。我看到有评论问我为什么我的 LM 是3年，其实就是2年的 LM 项目加上中途休学了一年。我当时做完手术后，我的膝盖是完全不能弯曲的，每天我就是坐在床上，妈妈帮我掰腿做康复训练，我天天在家里就跟杀猪了一样，真的啊，就是疼得又哭又叫的那种。那3个月真的是觉得每一天都是折磨，它的疼痛就是永无止境的疼痛。我这个就是啥事儿我都非常乐呵的人都有点精神不正常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下载了短视频 APP， 每天刷刷视频看直播，也算是能够分散一下注意力，缓解疼痛。
也就是因为这两次的伤病让我感受到了生活中有一些苦难就是逃不掉的，因为自己热爱的事情你就是会持之以恒努力去做，有时候就是会要付出很多代价。在我能够下地走路后，我选择了尝试去做自媒体，发视频也开直播，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传递给或许还在迷茫，或许和我有相似遭遇的朋友们。所以我给我的社交账号取名为方不苦，是希望我们面对生活的磨难时依旧有勇气去迎击，有信心来化解我们生活的苦。我当时一共是做了8个月的主播，我也非常感谢那段时间关心我支持我的大家。后来研究生第二年开学了，我又去了美国，重心也回到了学业上，只会在闲暇时和大家分享一下去美国读书的感受，也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想要留学的同学。我其实很感谢做主播让那个因为受伤很灰心的我撕开了一点点的裂缝，和这个世界多了一些联系，也让我明白不管你干哪一行，想要做成都必须要付出很多努力。我很喜欢人生中的捉摸不透，没有对舞蹈的热爱我就不会摔伤，没有摔伤我也就不会回国做手术，不会休学一年，没有做手术的痛苦和休学期间我有时间，我也就不会开始直播，没有哪一项是发生在我的计划之内的。就像我也没有想到回国参加 offer 的面试真的能被选上，非常谢谢 offer 能够让我回国的律师之路有一个新的起点，每次哪怕我只能前进一点点，但都还是能收获到满足的成就感，也许这就是努力的意义吧。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能力在成为一名律师的路上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也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看完这个视频，下次见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雅琪。课题四已经播了，然后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做课题四的感受。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举步维艰，结果算是有一点点的意外之喜。这次因为是团队战，也是我们的个人战，所以小组之间和文婷还有杨哥，我们之间是不能交流的。大家准备的时间也非常的短，所以压力贼大，最后自己可以低开高走。涂了发际线粉，包括我这。Hello， 大家，我是 Offer 五中脑门最大的张雅琪。有很多人说我的额头很奇怪，是寿星公额头。我翻了一下我小学初中的照片啊，那个额头真的是从小就那么大。大学的时候真的是超级的自卑，觉得自己的额头太大了，然后就开始留刘海。我用过各种发际线粉、生发液，还想要去植发过。其实现在我头发已经涂了发际线粉，包括我这。
天哪，太可怕。现在的我虽然 P 图的时候还是会把发际线缩小一点点哈，但是我现在非常喜欢我的大额头，哼，天挺饱满，无知命脉。从以前那个因为大额头而自卑的我，变到现在还挺喜欢自己的大额头，这一个过程真的还是挺漫长的。我们有一点点的容貌焦虑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再美的美女她依旧会容貌焦虑，但其实就是各种不完美才是我们每个人的特色。就像我现在我已经喜欢了我的大额头，还有我的比较单的眼皮，还有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眉毛的眉毛并且对于我来说，与其注重自己的额头是不是太宽太大了，还不如我多花点时间去运动去健身。我真的觉得运动就是最好的医美，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喜欢自己。